好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军徽大战来了。军徽大战他没有丁哎，兄弟们，如果有丁的话，那刚好是丁俊晖啊。这两个人都不用大门呢，那怎么丁呢？没有丁丁啊，没有丁丁。谁先到我？这个有意思。会一开始就是展开了仙人模式的一个攻势。何俊确实就是纵观之前啊，他确实他的八神很会打仙鹤，基本上不怕这个仙人模式啊，这也是他能打出优势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啊。我们看今晚会是怎样的一个比分走向，好吧？有意思的哈。然后参与一下预言，参与一下预言啊。好，继续看比赛。哦哟，这一波有点危险了。这个踩脚落地的时候要卡好距离，漂亮啊！落地在身后偷下盘。想十级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啊，不要急。你们还真别说啊，这个何俊最近赢这个。会还赢得不少啊！会都在跟水友交流啊，现在哈、啊，现在跟水友交流，抢十二的，对啊，这个是抢十二的，兄弟们啊。这一局吴志辉在仙人模式赢下的情况下，居然被猴子反超了。抢十二的没错吧？我看了之后怎么没看呢？好，再一次小跳抓到，怎么说？灰灰有点不太好，就是他的必杀太少。你看这个跳吸肯定是必杀的，他还用跳吸代抓，这指令头不是必杀头，用的还不错啊，确实就是比较少，必杀比较少，套路也不是很多啊。还不错，开局拿下这一分，还来，嗯哼，晕了哈。
哎呀呀，刚才去上个厕所了哈，兄弟们，哎呀，憋死我了，憋死我了，继续看比赛。小姐去了啊，小姐去了。这灰灰的真气有这么强吗？纯粹靠前脚。纯粹靠拳脚，你看每一下都可以打得你很不舒服。我去这招，何俊目前的状态要剃头他，谈何容易啊？是吧？3年多前你还是有机会的哈。打法有点像霸王啊，但是霸王不玩千鹤的，千鹤比较菜的。AB 拆头，好死了！兄弟们，AB 之后怎么拆头？有知道的吗？我感觉我得跟大家讲一讲细节啊。兄弟们，有没有人知道 AB 之后被拆头还能拆头是什么？有知道的吗？这些都是细节啊，对于一些人想变成高手的话，有一些小细节你得知道的多。我去，这一把直接穿了三，优秀啊，哥们儿。帮徒弟报仇来了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报仇来了。你看 AB 之后，你想抓他，他就拆头。继续按 AB 可以拆头。对，其实很简单哈，但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习惯哈。AB 之后，然后他就拉167了。但是其实你 AB 之后，你拉167，然后那个 C 一直按也可以的啊。广西公文包。这不是老二和老二的操作吗？哦，对哦，定睛一看，这个何俊他也是和老二呀，对吧？毕竟拿了6次冠军啊，6次亚军。漂亮，这出招时机就问你服不服啊？优秀，灰灰太想抢招了哈！你跟猴子抢，你的距离不占优势，你的速度不占优势，你的高度也不占优势啊！有些距离卡死了，你怎么抢都抢不了。我去，
这战役刚好摸中了，这没办法。喂，欢迎星儿，感谢星儿，谢谢。欢迎兄弟们到来，感谢兄弟们点亮你的灯牌。那龙二放最后是为了对付蒸汽的，蒸汽他比较喜欢用龙二去打，猴子的话他打这个蒸汽好像不太会打啊，也不叫好像吧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我说话不能过于谦虚了，基本上不太会打。谢谢一点点，谢谢。欢迎兄弟到来啊！大家记得点亮灯牌，好吗？两局连续都没有看到真七啊，这么菜吗？怎么突然变菜了？拉起来，今晚好像和俊打这个千鹤，漂亮，偷下盘了啊！预防了一下，偷下盘了。今晚好像啊，这个千鹤打得一般般。有时候被压得死，如果说你能够找到 AB 的那个时机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好招啊。AB 也要看技术看时机。我去，再次穿山，今晚火力很猛啊。不能说火力全开啊，好像输的时候就不是火力全开的时候是吧，所以说我停顿了一下。今晚火力很猛啊。
谢谢 Bona， 谢谢谢谢一点点。叶枫现在打和俊都费劲了，都要换角色哦。嗯，要换角色了。好，这把要反穿三的节奏，好，反抓漂亮。好，纳尼？音量低，调高一点啊，有那么低吗？不低啊，这都一样吗？他的正期不太稳定啊，他的正期看形势，形势好的时候中规中矩吧，形势好的时候可能好压一点，形势形势不好他也是很容易崩盘啊。爪，没办法了，可不可以啊，兄弟？啊，声音还小。有没有可能啊？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全要晕了，兄弟，你晕了呀！一直在挨揍的路上啊，牛逼牛逼！2-5了。又来又来，我去，这手法还行啊。爆气呗，找机会，好，再一次跳抓，行。嗯，马保国的闪电五连鞭。好，来，嗯，抓，千鹤一旦倒地也是很无奈的，嗯，再刚，然后我去，这波抢的漂亮，这波但凡不抢的话又得打到破防的感觉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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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灰灰太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了啊！一个 A B 之后，你一错位就串招就失误，你还是有时候得把节奏调控一下。归排人的啊，可以归排人的，但是你一归的话，你一排的话是吧？你得想一想，你得想一想到时候你会暴露出什么样的缺点，对吧？完了，耶嘿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！我去，就一只直跳，那这个直跳这么好用吗？你其他人直跳打他打不到啊，吴志辉他不一样，他有那种威慑力在。有时候看吴志辉这个东西能赢，我也是觉得挺无奈的。不过他的有时候他的压制挺好的，他的压制有时候挺好的。老王我没关他呀，他没来啊，我没关老王啊。是谁把他给关起来了吗？啊，我找一下啊。我找一下，你们谁哪个房管把他给拉黑了？是不是在黑名单里面呢？是不是找不到啊？风吹雪目前还是无名小卒啊，能打出来的话你们竟然会认识他，打不出来的话你们依旧下次还是不认识他。这个社会很残酷的哈，只能记住前几名或者说曝光度高的，记不住那些后面的。哎，怎么找不到啊？二弟在黑板的右下角啊，兄弟你看一下。哎，管理权限跑哪里去了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波好五比五了，哎呀，谁先到五我好像忘了。来来来，预言开，谁胜了兄弟们？这一下要预言一下谁胜了，这个够刺激。继续啊兄弟，继续预言开起来。Round two, ready, go!
今天你加粉丝团，明天就赚100万元。哎，怎么发布不了？这么烦人，我操，这个管理员不见了。win 呢？这个很超的节奏，兄弟们。老王没在名单吧，兄弟们啊，刚才你们说要让我解开老王，我看老王没在黑名单里啊，找了半天，双人游戏带游戏带哇塞，这个有点帅啊，没了吧？哎，全靠猴子了，真的是。德在吗？又得吃必杀。跳走了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，就感觉龙二挺大胆的哈。龙二本身有鞭子是吧，你卡好距离的话，他其实真气很难近身的，他还敢贴身过去跟他拼，吓死你了吧，有没有吓死你。
何俊挺用脑子的，确实用脑子，这没办法，确实有脑子。有些人他不是完全黄，他不是没有脑子哈，而是就是太过于依赖这些习惯了，按照习惯来打的。大猪啊，他打何俊用大猪也不太好打，不怕大猪真的。你想一想啊，他的徒弟小鸭也不上大猪，师傅肯定也不上大猪嘛。人家还是达成了统一的认识啊，知道很强啊，知道他很强啊，不用大猪啊。这么解释大家明白了吗，兄弟们？6-7，6-7兄弟，6-7。他不肯贴身啊，一不肯贴身的这个千鹤，一贴身怕被 AB 啊，他在跟拉距离。我去，我去，这爪166C的指令，战 B 不能刚，有被打晕的风险啊，还是不能刚。好，这一下可以刚啊，战 B 不能刚啊，但是重拳可以刚。好害怕，这千鹤好害怕呀，哎呀，就蹲在那里哈、啊，就怕，很怕。喂，可以，这一下不错，这一下不错。会会的千鹤是被打得很窘迫，兄弟们。我真的是看吴智慧的这个千鹤被搞得这么窘迫，真的难受啊，兄弟们。来了，7-7。预言开的呢，预言开的呢啊！抢池谁胜的啊？开的是抢池的啊！
Round three, ready, go. 讨厌千鹤的人，说明被千鹤暴揍过。来波反杀。死击飞机会机会兄弟，没办法了，缺那么多。要跪了，我现在这局要跪了。被灰解禁的真奇，打死他。7-9了啊。哦哟，漂亮 ！AB 俊就是准了，再来发波呀！哦，也被掏出来了，好漂亮，跳波四连，怎么收？
哎呀，我就知道又晕了呀！没了没了。不近真妻同质化严重是吧？现在人手一个真妻，人同质化好像更严重了呀。以前不一定人手一个大门的。哇，这千鹤是真烦人呐、啊！这一下就没了啊，掉枪了吧？投降输一半吧，不好搞啊。真姬是最好上手啊，又来回吹了啊，兄弟，你又来回吹了，一定要扯上认真打就不过五了。你的思维模式让我很不敢相信呢、啊。好，没了没了，晕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压到破防，厉害厉害。